我就知道你下不了手。你们快回去，石家长，快让大家走啊！老大，为了万花果，为了能够活下去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，老大。哎，别闹了吧。 吃你们的妖怪，我们早就已经给收了。赶紧回去做饭吧，饿了。嘿，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朱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你已经有了我的心，你还想要那个猴子的心？你怎么这么贪心呢？过来！大圣。 都是大家一时糊涂，你就放过大家吧，放过他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放过我们吧！ 看到了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从前，你临时坠落，毁了我们万花国，你的出现使我们万花国灭亡的征兆。只有拿到你的石心，我们才可以保住性命。这是你欠我们的。 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！为了万花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大圣，你就放过大家吧。大人放过我们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 上当了！